你来吧，凯哥。来啊来啊，陈哥你来试试。出品还用再给你说一遍吗？不要了。那这个直接往前推。哎，好，下大臂。那都不用我教了。对对，这一抖就非常可以。看了吗？他们一抖要顶他们要两抖。我是天才型选手。我有点紧张，我。小臂，等我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别别别，小臂，大臂。真跟你一组真是太闹心了。你看我家这哥哥。能开睡着了，你们行？我给你拿个被不？你再睡会儿。人家都换人了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？我能不能换人？不跟咱一组了，咱换人要直接给你换掉。这一铲子挖的很多，比较漂亮。我发现我有这个潜质。你右手往后拉，这个再收一点。OK， 然后我把转过来填这边，对，往我这转，然后再撒到这边。对，打开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可以了，让他来一下吧。来，我可以上了，哥。可以了。大臂往下，这是对吧？对对对，这是往上，对对吧？对 对, 对，往里，对吧？你看，这往里收，这是往外，对吧？你看。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非常棒。看，比沙溢大哥好多。你看，哎呀，比什么？沙溢大哥。你咋你成教练了？比什么？比。哎，小臂往里抬，大臂往里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非常棒。看，哎嗨。哎，说实话，他笨不笨？哦，可以可以，还比我上手快。往家倒垃圾，我可以倒回去。还回去，还回去。多坏这人！咱仨一组吧，让他自己一组。可以。给我换个颜色的衣服。不干了。里面都是一个颜色。咱俩换一下衣服来。今儿你跟于洋一组。今天绝不跟你一组，裤子也换，一点颜色跟他都不带靠的。等会儿，哥，把衣服给我。不借不借，不能借他。来，我背着哥，你想啥时候换咱就啥时候换。机子被占了。哎，白鹿怎么上我家来了呢？你俩闹吧。这么快就教别人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教他，我没有教。那咱家车你都没看住？我可以了，啊，我再练练这个打招呼。那你下来吧，我练一会儿吧。来，你练一会儿，我练一会儿。你这保安挺好的，我再练会儿。沙溢哥，你太像包工头了，你。好，很好。对，收一下小臂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可以了，老师。各位成员已经都练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比赛了。裁判去吧。裁判，裁判，裁判。你就站着读就行，哥。挖掘机跷跷板大战，两组对战，两队各派一位成员在跷跷板两侧操作挖掘机，把土装进斗内。土量少的一方队友将接受气球充气惩罚，气球先爆的队伍淘汰。来吧，练了这么久的挖掘机，我也要展示一下我的技能。快快快，要不然我忘了。快，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赶快先来，要不然忘了。挖掘机跷跷板大赛第一轮，
不行，他都够不着了，都太高了，我这个。儿哥土太少了，这一勺可以。baby 剪的太快啊。baby 太快了，又快又快又狠。我们没有人掌握能够在高空放土的能力，这秤从开始就没动过，还行，挺简单的，我有这个潜质。哎，白露，你抬头看一眼，它多大？你看一眼，白露，白露姐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它快比你人还大了。它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了。我这儿都耳鸣了。恭喜反对获胜。第一铲子很重要。没有，我是真的挖得好。不是，因为这个我翘起来了，第一铲子翘起来我就够不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厉害了，